法啦，实在是真深、真宽哦，深又宽，实在是深到底有偌深啊？宽呢是包含甲偌大的范围啊？无法度通去测量，所以啊，就用两字“深深”来形容。那伊的深深，尤其是呢，微妙、微啊，就是啊，极小、极小啊。即卖的人讲微，这个微还阁无够微啊。现在呢，就是纳米，纳米啊，就是表示呢，所有的物体呢最极细。上界细小，小到什么程度啊？小到呢，目睭无法度去看，这叫做妙。所以佛法啦，定无著，或者是乾坤万物，都无法度去用测量的方式，只会当通用咱心灵啊，也感。所以称为心微妙，这个范呢，咱若感觉会到啦，体会会到，那迄种的感觉实在是足欢喜，无法度好形容。所以迄份的喜悦、踊跃、欢喜，就称为做游戏，就是心情快乐啊。无有什么款会束缚着，所以这是叫做解脱。迄种得到微妙的法，心深微妙法，使咱的心呢无受到束缚着。那这叫做解脱吼，这呢是菩萨心灵的境界。菩萨游戏人间，伊的游戏呢？就是会当了解啊，人生一苦啊，真欢喜去做救济，未受世间一切呢，也自由所牵引着，伊未受伊束缚着，所以伊真逍遥自在，这叫做菩萨啦。在菩萨呢，就是有得到阿弥的法。心深微妙的法，所以啊，喜乐啦，安尼叫做游戏啊。因为游戏这两字吼，干那听着就感觉真快乐啊。要那是世间的游戏呢，那就是抓醉金迷啦。菩萨的游戏呢，那就是逍遥自在呀，得了。心深微妙的法乐，所以游戏哦。佛有王的时代是印度呢最黄金的时代，佛有王用佛法统治国土。人人啊，互相尊重，尤其是呢，敬仰三宝，看到出家人啊，都真恭敬啊，顶礼膜拜。有一回啊，甲伊的大神出巡的时候。有一位呢，小沙弥啊，真正呢清净可爱，内心呢非常尊敬。真想要甲伊膜拜，不过身躯边对着遮尼遮多的大神啊，
实在是放不下他的身段。不过在他的内心呢，就是很冲动，所以他就把这位小沙弥啊给抓，抓去无人的地方，把这位小沙弥讲：“来，你听好以后。”他就一个机灵呀，向小沙弥呢顶礼膜拜。伊甲小沙弥讲：“小沙弥啊，我今仔日看到你，我真欢喜哦，我真尊敬你，所以呢，我对你顶礼膜拜。不过，这是你甲我的代志哦，你唔通甲大家人讲，讲我乌玉王呢对你小沙弥顶礼哦。”这小沙弥听到呢，他就看到涂骹一支竿啊，转一个身啊，两对竿啊跌入去。啊，变成一点啊，一个囡仔。乌玉王呢，惊到啊！你来走入去内底啦，要安怎呢？一个囡仔在棺底呢，逍遥自在啊，转一个身啊，又是在乌玉王的面头前。乌玉王呢，规个拢硬气咯，你哪有这个本领啊？小沙弥就讲。我只敢那予你看到尔吼，别人拢唔知哦。你今仔日看到我，弄入去干那底呢？你唔通去甲别人讲啊，这是彼此的秘密啦。哦哟，很震撼，是啊，世间的代志有真多呢，袂用的轻视的。我哪会用来轻视一个小沙弥呢？啊，我学佛啦，听法啦，啊，我是安怎样？那也阁袂当打破了迄个魔相啊！所以家己感觉真惭愧，又是惭愧。这个故事听起来也是很快乐啊，这也就是饕餮佛法啦，这也是一种的游戏啊，彼此之间互相的游戏。世间不管什么样的形象啊，咱拢总呢爱用着不朽束缚这个心境啊，认真的面对着周围的境界，是非分清楚啦，这叫做认真吼。尤其是伫这个大时代，更需要呢明大是非。那大是非呢，爱将迄个无明啊跳脱出来，才有法度呢得到智慧，才会当分别是对的。是唔对的吼，啊，对的代志，咱会当头去做，那心都会当真欢喜，定定都是做着对的代志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上欢喜，也就是菩萨呢所游戏的境界。所以讲起来，咱必定将外境接受来。
入咱的内心呢，真正把这个法和心契合起来，变成了咱自觉自我文艺啦，咱会当知识，或者是知别知浅，也那会当觉悟呢？伫刹那间呐，接受到一个法呢，就会当通铁啦，这个宇宙万物的真理。所以咱菩萨啊，尤其吼，那应该呢，要好好啊体会吼，这人间的境界。心清微妙的法呢，也都爱用欢喜无束缚的心呢，啊，好好呢，安尼来当作是游戏，那安尼呢，就真快乐咯，吼、哦。学法啊，是爱学得法喜充满，唔通呢，学得呢啊，满心烦恼啊。